女朋友给我发羞羞的消息。你给打印出来干嘛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让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，不然我就给你妈妈看。呸！哎，我是往西怎么地吧？你给我啊！没事，我还有好多呢。给我吹吹嘴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。刘太太，你也不想让妈妈看到这些吧？遵命。我突然觉得这衣服有点不太合身啊。挺合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这个女仆挺好看啊，这才对嘛，去给我洗点水果。你，嗯，我现在就去。老公，到底怎样才能把它删掉吗？突然感觉这个也不错呀。你有完没完？我就想体验一下每个电子老婆的风格嘛。电子老婆就玩的这款魔幻大世界手游《监狱远征启程》啊，我在里面可是顶级大魔法师梅林，什么白丝学妹、可爱萝莉、蓝颜御姐都是我的迷妹。好啊，你天天都在玩这些是吧？是啊，我等着吃饭都能单手玩。重型魔法大世界画风没得说，还随玩随停，做任务一键自动跑图，推图一键自动战斗，平时挂机睡觉都能领超多奖励，而且角色等级装备共享。正好新赛季秀毛港风云上线，新人首月最高1000抽呢。那说好了，我换完就删掉。行啊。I wanna get the party going.现在可以删了吧？别急呀、啊，我突然有点想吹嘟嘴啊！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再说我现在上哪儿给你找嘟嘴去啊？这不就是吗？嗯，没亲够。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给他删了？可以啊，等亲够了再喝。